当背叛者是自己的儿子，夫妻结婚之后就算有了孩子，老公也不属于你一个人的，睁只眼闭只眼，让他过去吧。今天如果是福秀的丈夫有外遇，你也会说同样的话吗？当遭到背叛的是自己的女儿，现在这个年代离婚一点都不丢脸，不能得到家人的爱，不受重视，还不如早点跟他结束，做个了断，重新出发。我是因为无能愚蠢才会这样过日子，你千万不可以学我。你为什么叫花心不要离婚，却叫我离婚？儿子做错事当然希望儿媳妇能够忍耐，你去做错了就希望女儿能够理直气壮地修理她。我不能像妈这样过日子，明明知道她搞外遇，怎么可能当作没事呢？婆婆跟妈妈的立场不一样，难怪都会说婆婆很狠心。7月9日晚上7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大老婆的反击》。因为我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命不好怎么挣扎都没有用的。